车公庙站尾出口，再步行约五分钟即到达香港文化博物馆。即日起至2024年9月2日，香港文化博物馆为纪念梅艳芳逝世20周年，推出绝代芳华梅艳芳专题展览。梅艳芳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巨星，她在香港流行文化的发展舞台上大放异彩，创造了无数传奇。她以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深入人心，并以破格的曲风和多变的形象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，引领粤语流行曲达到新的高峰，同时也开创了全新的演唱会文化。在电影界，他以非凡的个人魅力和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，留下了许多扣人心弦的电影作品，其中《胭脂扣》更使他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、金马奖和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，见证了本地电影在80、90年代在亚洲的风靡程度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位引领时代潮流的百变天后留下了许多备受赞誉的作品，至今仍具有跨世代的影响力。为纪念梅艳芳逝世20周年，这次展览通过展示唱片、舞台服饰、电影作品和流行文化产品等方式，向她在音乐和电影灵魂中卓越的成就致敬，并回顾她对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贡献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